么玩意儿爆了？吓死我了！被炸死了！我车都炸了！快跑！我这坐着可以啊！顺子，我真的是上一把还觉得不错的，这一把怎么一跑裤脚图？你刚刚瞬间就把人家关系撇清了，人家肯定要怼你啊！就是，那落没有点好，这个干嘛呀？这是什么鱼？哎呦，好大的浪啊！可以，怎么一倒数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套完严重啊，又来了这道具。哎，我都没碰到这个雷，哎，真的我都没碰到这个雷，他就炸了。嘿，就错了。哎，没冲上去。等一下，兄弟。这谁呀？给我一下。有雷！哇，能不能杀一脚云墨？你这不是你放的。卡复活了。哎，云墨呀，哎呀。哇，这么多！我去，我橘子。哦呦，我得赶紧走。小猫下雪，你在这种图都要怼是吧？小绿，你干啥？小绿，送人走的方式有很多种啊，比如说旁边的雷。这都还要怼我？哎呀，没了。哎。你这不反应，哎呀。这不反应。哎，这雷呢？大哥。你他喵的倒车！我打方向没死，打了。打是干嘛了？打是这么大个雷了，怎么还有颗雷呢？哇！打他，你眼神不好使啊！那么大一颗雷，怎么没了？这套娃这图真的严重套娃。这图的好评率不高，应该就套娃比较严重，估计。难度不高，玩到现在还是蛮欢乐。还烧什么胎呀？大胆一点，玩到现在感觉一直……我这头顶上怎么还掉了颗雷呀、啊？这掉的这颗雷会炸吗？掉了！哎，快撤！哥的呀，不是，这不是城管不？哎呀，城管不？一遍地，不是我以为这是城管的。哎，一颗雷。哇，这套的呀，真是那个啥带那个啥，好长啊，太长，又长又臭又长，这图真的就跟悟空的脸一样，你这种，这个图怎么感觉？想怼了，怎么能不怼你？长啊，绕了一圈，绕多久啊？我绕这么长，我又看见小猫了。哦呦！我去，下去！哎，你们可真厉害！哇，这画了整整一大圈吧，大哥？这照了个圆吗？这是？两圈。要是掉下去的心态炸裂。我跟着小一后面的没了。慢点，我得冷静一下，我有点花了也。还要绕一圈。小川。啊，我跟快呀，别急，跟我后面的别急啊，有点花，有点眼花。再回去真的是。哎，罗兰。哎呀，这个你们太慢了，我吃点回来给小猫来一下。真的没快点啊！来。没收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在他后面。罗兰。啊！哎呦，又磕了。这个掉了。好家伙，这里反手回去当个毒瘤，太香了。稍微刮蹭一点，眼睛要酸。好，保险会放。男左女右，我走左边。左边，小猫走中间。哎，怎么停了一下？不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他干嘛呢？说左边。哎呀，我这。这是娃得飞的这个。啊，弹点速带。弹点速带。等会儿，挨个走。
挨个走，挨个走。走吧，没走中间，自己也跟雷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我就等等罗兰趟雷的。你这个锤子，你怼我的时候你想过吗？罗兰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起点，大哥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就怼着你。罗兰，你是不是看到的时候？在那里呢。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就没有办法了，空中无能为力，那种绝望感。笑死我了！这他妈太阴险了！我老早就看见那颗雷了，但是我不着急。我等着汤雷先锋。我四脚全在。我找你。带上。哟，这中间怎么还有坑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，你，哎，小猫，哎，能续上可以。到的最后一个一个的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小猫，你是一个一个飞过了。我也刹不住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来了，已经。哎呀！你踩油门走啊！哎呀，这个要到最后的。一个一个的，你们真的是，悟空可以，悟空可以，这里够了，够了，冲！够了！哎，真的呀！嗯，他喵的！哎呀，小猫啊！罗兰，你真的是，又不是我怼的你。这是比你再说一遍，不是你怼的。真的不是我怼的，这道具是真的浪费呀，这道具。我又杀了个车，我又过了。哎呀，废了！走不开，兄弟。哎呦！哎，怎么拉？怎么弹铁柱他弹不了了呢？哎，这刚刚是不是屁股后面你怼的？我去，没弹到怎么办？刚刚那白车是谁？不够了。哎，这个是谁？大哥，你搁这拼艺术呢啊？哎呀，这没够上去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太有缘了！对呀，你别怼啊，我这你没看见吗？你真的老悟空！一起走，一起走。这调方向，你干嘛？这还需要调？我猜呀、你怎么一下就挣过来了？提前出啊！你们脸脸的吗？我跟你说，哇，这道具放的这都是啥呀？放的东西打这个雷，放这个雷呀！哪个中间？他最后中间那里放了一颗雷，最后一层，他那容易上来直接放这个雷。这道具线都是修的，你是要到最后去？啥玩意儿？我第一次见这么大气的作者。哎，对。啊，本来这个点早就过了，老五口，你真的是。这道具放的一个比一个大。九七，快走！哎，你看这九七的，哎，本来可以一波上的。啊，我站在第一！哎，我怎么就第一了？好奇怪呀！没了！哎呀，一波，啊，我的第一没了！你怕是没睡醒吧？第一，我要活在梦里。哇，这，他丢了他。哎呦，哎呦，滚得太帅了！不要哭，我们一起追小猫。谁呀？小峰要不是把我坑下去了，前三应该有我的。你怕什么？哎，我的车好像撞了，动力不够。小猫，别说话。好像是什么事情？没了，不是我车歪了，我一上板磕歪了会。哎呀，我也是，他们的终点飞来了，歪了歪了歪了。哎呀，这要能上去，离了大谱。好家伙，操娃呀！我车磕的，我应该复活一下再出。翻了，跑过去，你看，操呀！你看，这就随便飞着复活一下。王坤，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谁这把我怼了一圈？哎呀！飞得过去吗？